静候多时，但听你结局的原因，君子交涉尚前受戒，尽服于万般注定。看吧，离未来的图景，我将在此全数实现。在逆境中，我也曾到过此地，如你所愿。静候多时，如你所愿。为什么？迷途的女人，我能为你断绝万物。裁决的微光已然降下，你将身心交付于我。就看吧，您未来的图景，我将在此全数实现。迷途的你上前受戒，尽服于万般注定。劝解，就到此为止吧。这里，存于他们身上的光景。将由我看护至终。我听你结局的原因，如此相似。正是这些提线，让我立于原地，却能不受时间制约。静候多时，命运早已投下阴影，我也只是亦步亦趋。